大战，大战，立中啊！你在干嘛？我在搞他的屁股啊！你为什么搞他的屁股？我没有啊！你被撞啊啦！我啊，这台车，台北，刚经过，看他的牌照灯不会亮，不会亮。我想帮他换牌照灯啊，柏林验车验得过吗？不会过啦。但是你敢没晓得你毛阿勇派的嘞？应该会吧？是吗？我感觉是同一个厂牌的，对不对？买啦，你买啦，用我来就好啦。你喜欢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，工人手续这么简单啦，只用哦，到尾用啊用哦水。啊，不过我昨天捡到一个袂歹物啊。你捡到什么？我看。对啊。看这个可以调呢，啊，你这倒位来？啊！你给他偷干，厂商寄来要给我试用的啊！你给他偷地来用，会啦，但是我咧我都捡去啊。可能车顶你买塞平安用，装一下多五千，装两颗多一万。啊，咱若一百台加五千，啊，咱加偌济？你算算咧。5000万。我现在怎么？怎么啦？好啦，卖都不低不高，我来的话。来走哦。对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们用用车还用个修，唔知咩种？你不是用这变烂屁股？烂屁股之前是保险丝烧掉，结果你造成还隔壁修理厂差半工，对不对？伊遐差线差足久个啊，你用怎个修去？是啊，对，你也是卖用好啊，啊，你著甲高保了交好对吧？对吧？免抓了，免抓了，就会抓因物产科啦，上班啦，应该对不对？你手安尼安尼安尼一直在颤抖。你不管看十分钟、一点钟，拢一直抓，拢唔捌停过，生意就好，也就要排队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小西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泰山啊，我的教友应该知道我换车了吧？应该用在啊，应该啊。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车子缺什么吗？哈，我的车往往从头到尾我都可以代言，哈，可以找我业配没关系，我可以半价。假设你要铝圈、轮胎。好，镀膜、烤漆，还有什么天棚整理啊，或者说屋顶那个贴纸，那个叫什么？贴膜。对啊，贴膜啊，对啊，我要色膜啦，色膜我要黑色的。我是很色的那个。黑体力蓝光膜啦。结果你看，我收到了。你收到？对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厂商寄给我们试用的那个灯。灯哦。LED 灯，卡西体，你们可以搜索一下卡西体，我要开箱给大家看一下。对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可以装啊。人家寄来的好意寄来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开看一下。对，来啊来啊，这是可调式双肩室内灯呐，双肩的，双肩的是两头尖尖啦。它最长啊41，最短28，灯泡的宽度哈41公分。这么长？没有，不是公分啦，以41最短是有的，都看得到28。28。啊，28比香槟还在短一点点而已。哈，这不是公分？这不是公分啊，这是。你不要吓我。这个是 mini 啦。对啊，好，这是白光，哎，你看人家有镭射标签呢，哎，这是台湾的哦，我们再换一点吧，台湾国旗换掉，这个来我打开看一下好了，哎，他还送一个工具，哎，哪丢呢？啊，我知啊啦，我看一下啦，这有说明书啦，好，我看一下说明书啊，说明书是这样哈，它第一就是下灯原本的灯泡下来比，好，比的时候啊，好，为什么要比？来，这里，好。这里这是灯泡啊，为什么它给一个工具就是这里把它转开，哦，它是用转的，对，它才会附一个这工具嘛，哦，应该是每一个都有了，但每一个都有个，好，把它转开，转松了之后它可以调，它这边有刻度，好，1234，好，就调一格，好，假设这样你调单边也是算一个短距离啊，好，假设你两个都调就这样调，调到最近卡住之后呢，你就把它锁紧，锁紧它就不会动了。假设现在是把它调到最短，就跟泰山一样那么短了。你是看过？我老公你在车啦，你也车，你也车灯很短。我们啥呀？室内灯啦，有啊，有些车真的是蛮短的。我蛮好奇的，哪一种车这么短？哎，改天遇到我就跟你说了。好啦，我再开说明会。好啊，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呀，就是像雕件啊那样，很简单嘛。你假设你这个是灯泡，拆下来放着，你比。它的长度到哪里再调啊？这个不够你再调，哎，记得要锁紧哦，不然那弹簧啊一压，然后收回去，我扣掉了哦。对，就求了。好，说明书就要写好，第一，原子寸对足孔，就是刚刚那个锁紧装上去完成。
就这样，就简单。我头拄啊补半工是，你补。对，我你是别是讲啥，你无看说明书啊？再来，这个它有保固哦，你扫这个 BWA 扣啊，它有一年的保固。好，这边都有一个序号。嗯，对，序号对。今年也不够嘞，就是寄回去再换一个新的给你，应该是这样吧，不然我故意跟他说会掉，看他会怎样。对他等下要寄一箱来，这样好不好？他这个还有投保，这个投保1000万，对，就是说互帮产险有1000万，哎，支持咱台湾呐，好，咱台湾那行出去，反正就是上网登录一下就可以了，应该蛮简单的，现在年轻人都会。有了 ED 的寿命本来就很长了，现在是找车来实做啦，对啊，卖哦，泰山那部地不高，那边恰不歇位，我卧底修位啊。走啊，我们去用车咯。咱先看嘛，黄灯下来嘛，嗯，行啊，就好嘛，吼。黄灯，好，我们来换人之后才知道比较嘛。这应该不难吧，对不对？这叫起来就好了嘛。对啊，啊那叫，好，我们今天的，好，让人家那个什么研究说，越爱骂脏话的人颜值越高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哦，好像啊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今天来不？哎，干，你看，颜值高就是颜值高啦，没有了，脸皮厚了。哈，他这个啊，很厉害的点就是他可以微调，微调，可以微调，嘿，微调哇，抓个紧诶，抓个歪，最小28，最大41啊，可是我哪知道多大？很简单嘛。你就把旧的拔下来比对比就好。对啊，结果这一颗是45的抓塞啊，应该不要等了吧？比一下吧，对吧？短一点，我们再拉长一点。你还没有弄到最长。其实一般来讲，我是通常不是自己弄的嘛。啊？那谁弄？助理会帮我弄好。好五啊，阿内的五啊。五啊。其实差，如果真的是短一点点也没关系，不要只要扣得住就好了，不要说差太多就扣在这里就扣不住。来，不要倒回来哦。五啊，加干单了。哇，哎、欸，有啦，哎、欸，足光的呢，有差无？他比较的，你安抛两个安尼，哇，还蛮亮的。啊对啊，足光的。欸、我这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很像计程？不会啦，可是我的车也习惯到这个。计程车为什么要那么亮？就是找钱。找钱。像这个你看，看东西就很清楚。欸啊、其实蛮亮的，我现在灯把它关掉。对啊，当然是亮的、啊。很亮的。哎、啊，有时候叫什么？啊，你盖子没盖好，我们把它盖起来。盖起来是有差了，可是它应该还是亮的。不差吧？嗯、欸，不差。我去更。通常一样的车，它的尺寸都是一样的吧？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好，我开灯，就这样。哦，哇，好，关掉，啊、开，对啊、哦，对啊，你看，其实这个都不困难呐、啊。一直其实差这别的亏啊，一直是靠这卡损的那样。这应该是港湾赛事啊，它是最长的了，把它调到最长的。都是最长的。它就后背拉过头，其实不会到顶，就把它缩起来而已。好啊、哦。要开啊、喔！我要开。哦，欸、其实很亮，超亮的嘞，真的超亮的，还不错。其实这样看很刺眼，要盖这个就比较不会。哇，规片拢光起来，别说刚刚你打光的哦、喔。但是你那个给我啊，人家不会说，你看灯在这里。其实有 LED 有个好处啦，万一啊，你真的忘记关啊，嗯，啊，你隔天还是有电。啊，普通的那一种，普通的像撑不了，泡电比较快，卤素比较快嘛。啊也，冲那波电。它在修，这看温度，温度看比较修，太温度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这么大颗，它如果在耗电，当然是很快，哦，一直过安尼几条安尼。几台好啊？对啊。啊，够白车。就是大家有车大看嘛。我还没车。我车奥迪来大看嘛。哇，奥迪耶！啊，奥迪就灯具厂的啦，也灯具唔少诶。但是内底嘛是卤素的啊，所以呢，还有多大站的？是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可是这个啊，如果只有这种 size， 它有一个缺点，就像这种小客单就不能装。哦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刚刚啊，灯啊，如果等亮了、啊，这机崩的就修，要修淡一点。哎、欸，这个能机哦。我需要更一个卡，哈，我呢已经这两只就比较亮了。修，你帮我看麦，探修探修。哎呦，修。我是刚刚就好奇的能力多严，这变安怎？要多啊、喔？你看线没有？哦。敢那一公顶呢？哦，真正足光呢，上光啊，光甲目睭拢起雾去啊！我先要电话去拄着，不是啊，我先要看起哇，跳一点，哇！我真正我也看起，即摆呢哇，哈，一冒金星，哇，超亮的，这真正啦，物件啦起哇，哦，连这棚拢看会到你看，今仔日啊再起啦哇，一清二楚。你有捌看过去酒店吗？哇，狂欢，结果警察临前开开中，有个理想，你知影？电话拍开你就惊死。我真正，我现在做光的嘞，真正很亮。啊，你后边搁要倒？倒啊，他才来啊。哎哈，我拢甲倒了。后车厢嘛。暗飕飕。暗飕飕。对哦，你要找物件，敢看有看无嘛？哇，这条应该较有感，让我这条看嘛。啊，袂使，这个就不行了。这个不行。这是炸弹的。
真的。我本来想说装了应该会很亮，是吧？啊，我等你哦，这个不行啊，大蛋的，小颗的啊，你那个拿出来就比这个大了，没钢。好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也是啊，不是高啊 ，focus 更换。哎、欸，哈哈哈，哈哈，这尺寸是不一样，对，就好像比较短。咱这个有比较啊，起码我刚刚安尼啊，我们拆一颗，我先换一颗就好了。嗯，啊上去啊，你们比较一下，看是黄的比较好还是白的比较好。哇，这个对啊，较短你就还是爱刷，不然会安怎你知道？会伤长，不然一直甲撑开也无好啊。虽然较短，用短一点，哦，大概就缩一小格就好了。啊，就如果不够松，再放一点。它里面有洞啊？对，就对对一格这样，它会空一声这样。我倒了一颗，哎、欸，好像还太大。差不多啊。我也伤多啊。对啊，你也伤大，对啊，换较细一撮，无啦，我讲这伤大，调较细一个啊。你就啥啦？我拍死拍死，思想不要龌龊。来啊、喔，其实换这个有好处，你看，一些关帝的话，卤素的伤稀，那喜欢羊皮的话，它就会有点像融化的感觉。所以其实老实讲，换有一点有好处，就是它也比较不会那么热，它又亮。来啊、喔，哎、欸，很亮哎、欸，有无？哎，别忘了，这个照下去效果就很好。我跟你讲，这几这四个衬托出来，哎，哈，你也加了蛮多啦。哎、啊，你这边嘛，干换一下好。嘛先换。这样诶，还加卖一万块。加一万块。我知，咱来讲。啊。奥迪是卖灯具的。灯越亮，它的价值就越高。它越高，第一尺寸是多少？它的收一格啊。人家都尺寸都不记，收一格39。应该2831啊，三一，那我袂讲，对啊，31啊，你我有看好不？上长的41呢，啊对啊，收一个，哦，还有39，39啦，31，啊，今天我袂讲了对，今天我袂讲，诶，这袂歹咧，这好像没有分正负极诶，啊，有些这边不行，要反过来，重头有分正负极，这个没有，有些是有分，有的一滴，像那刚刚那炸弹啊，是这。那个都不行，那一定要有正负极。这台车不是那边啊，可是还多赚个1万。这样就多赚1万了，超赚的哦。啊，无5000啦，好不？无啦，5000嘛袂使。来哦，开。有你，我你看这，你看到啊，这个切线呢。欸、真的呢。敢那靠这把库的有电费啊。啊，你那个车会使倒？当然有，我来倒我的车，必须嘛。我允许啊，允许帮你。不许到达，你讲到100K、100万，我不许拿给别人玩，还不错嘞。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啦，我觉得这样亮起来真的很漂亮，个人喜欢就是这种的。嗯，但是现在加了中华以后，买其他的话，啊，你戴白色的，咁无咩？诶，我内路啊，啊，你不爱换？虽然无够跟我来换，你不爱换只？买啦，你们讲，他们网友都讲咱拢自肥。自肥。对，啊，快点说完，哎，说我屌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叫泰山套板，其实就跟诶你吼，哈，你看。很亮哦，真的很亮啊！我眼睛也快瞎了。你看，搭配它的卖的灯，这样看过来，你看，嗯，哇，就碎了，真的就衬托出来，不然卤素今天黄的都多掉了，这样就碎了。好啦，厂商寄给我们用的啦。哦，啊，我觉得效果真的还不错。对啊，就给咩？啊，这个要购买的话，诶，我无谈的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叫泰山。好，下一边啊！好，下一边啊！对，下一边啊，都要给你看，对吧？这个有好处就是他要多送我几组，那你有留言。好啊，在张威写出来就是看怎么抽奖啊，对，一人送两颗，怎么什么都叫呢？牛啊啊！我等了几年，哎呦，我觉得最早两颗哦，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装在这里，效果最好。你装在室内自己看而已啊，你话你看来内，你到来内看，搞你看未到，到家大人看会到。哎呀，开灯会来对，冲下弄灾啊！我喜欢露屁股给大家看哦，屁股要给大家看，我露一下。对啊。比赛啊！我那边破百万了、啊，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！哈、拜拜，拜拜，期待比赛了，快赞啊！帅的代价是什么的吗？是什么？有一个手榴弹。我那台啊，也是一样，大灯你如果换 LED、HID 要解码器才可以，它不然会亮灯。台照灯也会啊？会啊，不然它什么灯没亮？不是室内灯、啊，室内灯不会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吧，就把它换回来。不会啊，我就这样就好了。先这样子，先帅了再讲。对，帅了再讲。哦，啊，再去买什么解码器，回去就可以看哈、啊、那个彩虹三宝，哪三宝？对啊，不是嘛？新东阳、真命湾呀、赤道宝。新，好了，我要去再买了啊，拜拜。有灯装了就是帅。哦。有的、喔，我啊，真的是那个耶。好了，哇，偷车不让你乱改车。
它不像啊台湾什么品牌随便都装都没关系、哦，日系品牌都没关系，对啊。欧系的车是这个麻烦吧？对啊。哎 ，Bigo 车还是干嘛 ？Bigo 车，我唔知啊，我咱铁头家来是嘛？有啊，你看，真正破气啊，你看。破啊！对啊。手榴弹不见了啦。手榴弹不见了啊！如果那个在开的时候，小姐问说那个是什么？哦，你不懂。我听说了，帮我猜一下，进去汽车旅馆进去休息一下，那个灯就好了，灯就好了。對啊，小姐睡着，赶快去偷拔灯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啊，没有。我想说这个应该都有，你看它有 IC 有的没有，我以为它内嵌式的解码解码器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我看不到第四台。对啊，都有马赛克。日本你觉得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吃什么？马赛克。为什么？啊？因为你。每次他们对都有马赛克嘛，都最喜欢吃马赛克。哦，拍谁拍谁，你都跨五马，所以你不看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误会你了，误会你，你误会我了，对对。